是因为工作的工作狂，我还是可以吸引男人的女人。关灯怎么？身份证、出生年月都改成西元了吗？一直以来都是民国。所以庆山的意思是？意思是，难道你不能安静一下吗？你干嘛啦？你是民国73年次。是啊。所以不是西元1973。你说嘞？你是金山，你是干嘛不早讲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拿走！这有很重要吗？还好吧。那当然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我居然跟一个小我8岁的小鬼上床，你手上拿什么？保险套啊！保险套？啊！给我出去！你手机我都……等一下，谁手机软啊？你呀、啊！我小学的时候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受精卵，好不好？小鬼，你给我出去！这是两个水的脑袋，你这是保险套。等一下啦，喂，哎，这个是常识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差八
岁，你有必要惊讶成这样吗？我居然在一个小鬼面前卖弄风骚。大姐，我念大学的时候他还在流鼻涕嘞。大姐，那如果我跟他交往，不小心怀孕的话，堕胎费他是不是跟他爸妈拿？大姐，那如果我们结了婚，我大肚子，我是不是挺着肚子去病看他？我没说要结婚啊。那如果买房子，我不可能叫不同情。大姐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一点？我原本进来只是想要陪你吃个宵夜啊，你这样莫名其妙把我拉上床，然后又莫名其妙把我踢下床，踢下床就算了，现在莫名其妙再训我一顿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。你妈没有告诉你不可以随便进陌生人家吗？还有这么晚，你怎么回家？你妈会担心你知不知道？你家里带了保险，让你妈知道吗？不是，现在回去呢，就乖乖的等你妈妈告诉你，明天开始呢，就正正当当当个年轻人。不是，我像你妈这不是男人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计程车是不是？叫我来就来，叫我停就停。好心陪你过圣诞节，谁说果然没错，这女人莫名其妙了。哦，我的包包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哎，我的包！我警告你哦，不准跟别人说。大姐，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说的？有谁有兴趣听我在某一年的孤单圣诞节跟一个33岁的大姐过一夜春？你就闭嘴！我是32岁又6个月。啊！算了，反正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你。我跟你这不务正业的打工仔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。啊，那可不一定。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刚搬来。Hello， 邻居。没想到佛的女魔有寂寞难耐的一面。不过她刚刚的反应真的挺可爱的啊，十分珍贵的纯情派啊。嘴那么贱又那么没胆的女人，哎！隔壁的大姐，再唱首失恋的歌来听听呢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明天就换手机，不想跟你的手机还同一款。什么？换掉？房子你换得掉，换不掉？快来一场冷水澡，把身边男人统统都换掉，把隔壁邻居统统都换掉。喂，我是什么？我在这里严正否认这项报道，这只是一个可怜的单亲妈妈，她要求我在耶诞节扮演一位父亲。我因为同情这对母女，所以我才拥抱了这个小女孩。对我来说，家庭是再重要也不过。我怎么忍心让这个小女孩过一个没有父亲的耶诞节？是不是老婆？对，没错，我相信我的老公，他绝对不敢，他不会做出这种天下男人都会做出来的事情。我相信放出这个错误消息的人绝对是另有目的，这绝对是一个政治抹黑。我将对报道这个错误消息的《iPhone》杂志提出严正的抗议，并保留法律追诉权。同一时间，与柯有正传出绯闻的高中老师也选择出来说明。让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状况。关于《iPhone》杂志的报道全都不是真的。那为什么杂志这样写？我很感谢柯先生和他老婆对单亲家庭的照顾，伤害到柯先生的形象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卡着钱，等等，你跟柯有正说，说报道要怎么看？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吧。怎么会这样啊，老师，你被人家骂了半天数钱了，看到柯有正跟那样肥肠恶心巴拉的说什么瞎话，气死了。
我靠！你这隔壁阿张老是乱搞啊！你干嘛跟着我啊你？我哪有跟着你？我们家在这一部电梯，我有事情好不好？